Hello，很多人会问啊，Life 有没有办法恢复你的正常的血糖值？我们不是医生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医药的保证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顾客戴了 X39 过后，一段时间过后，血糖会恢复正常。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血糖的高跟低是跟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有关的。那么我们有所谓的 type 1 diabetes 跟 type 2 diabetes。 type 1 diabetes 是你的胰脏已经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了，第二个是身体的酸性体质导致自己的胰岛素虽然分泌正常，可是身体利用不到。所以这两个问题从肝细胞的角度它都可以解决，因为第一个肝细胞可以修复胰脏，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佐证讲说肝细胞可以完全治疗好 type 1 diabetes 啦。 type 2 diabetes 当你的身体的整体的机制变得更年轻的时候，因为肝细胞会让你的身体的机能修复，机能修复好了过后，排毒的机能也会变得更好。当你把酸性体质排出体外过后，身体更容易去利用那个胰岛素，胰岛素就会把你的血糖恢复到正常值。所以不管怎样，给自己至少90天的时间试用一下 LifeWay X39。 在这90天里面一定要去观察，除了血糖之外，你的气色啦，你的精神，你的睡眠，你的消化，你的排便有没有其他的改善，这个更重要。